平时我们都很喜欢吃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呢，它有荤有素。啊，全国都可以吃到。吃多了会长胖。这个东西我觉得不一定是全国都能吃到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哎，我好像貌似知道了些什么。我投子墨哥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只是全国可以吃。我投博哥，因为我觉得博哥不明确他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一直在猜测我们说的，然后再附和我们所说的。博哥就一直在含糊其辞，他没有明确的描述自己的东西，反而是在给我丢水包。老韩没有表明自己的观点，然后就把水包丢给了子墨，很可疑，是一个爆米。为什么刚刚这么说？因为我觉得首先秦子墨给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很宽泛的东西，像有菜有肉，然后全国都可以吃，这东西到处都有。好像有螺蛳配肴的。对啊，有菜有肉，然后他说全国都可以吃，全国都可以吃，这个很可疑。对啊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在有些地方他不怎么吃这东西，因为他是那种，他是有一分南北。再说在南北，在西东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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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粉类，莫哥，它里面有酱，啊，分好几层，有奶油。三二一，你干嘛欺骗我吗？我欺骗。我现在要很明确的说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，因为现在有两个人是一家的，就你一定要 get 到我，我不知道你俩是谁啊。就这个东西呢，我们经常会叫外卖，经常会吃到这个东西。它是国外的一种食物。哦，它一口吃不完一整个，而且它要搭配着喝的东西一起吃。对呀、啊，我吃啥我也得，我一口也吃不完，而且还是碳酸类的。哦，我知道卧底是谁了。三二一。我是汉堡王，汉堡王是对的，就是他肉夹馍，你这不海外有，他乱说话，他自己没有，听他说，他猜得出来，猜得出来，会玩，猜得出来，他这个是会玩，不是奋哥，你说，我知道我是卧底，但是我猜出来了，他是国外的一种食物，哦，他一口吃不完一整个，而且他要搭配着。喝的东西一起吃。对呀、啊，我吃啥我也得，我一口也吃不完，而且还是碳酸类的。哦，我知道卧底是谁了。三二一。我是汉堡王，汉堡王是对的，就是他肉夹馍，你这不海外有，他乱说话，他自己没有，听他说，他猜得出来，他会玩，猜得出来，他这个是会玩。不是奋哥，你说，我知道我是卧底，但是我猜出来了。服饰类的，布做的，用的次数还挺多的，不是穿的，每天都会见到。三二一，走。我们每次都见到的。奋哥是游戏黑洞，我跟你说。谁？这个游戏黑洞。你们玩吗？有的呢是半的，有的呢是全的。它可以保护你的形象。这个东西还可以节省你的起床时间。我们跳舞的时候经常会用到。三二一。左右两票，没有捏两票，捏两票，我，你们可以battle一轮，battle一轮，battle一轮。
我说这个是全的半呢，是它分男款和女款，保护形象这个可能不是它最大的用处，它的用处可能是去抵挡什么东西。两两夜色为你思念成河，我就左叶吧，我投韩老师。不是你得投我，那你俩猜拳吧，那俩猜拳吧，赢了就听谁的，快我俩猜拳。对，谁赢？对，石头剪刀布，我投菜。等一下等一下，再说一轮再说一轮再说一轮，我知道是。我刚刚在辩解的时候我说的那东西是带的，嗯，然后你之前说我就是什么，你说分不清是伞还是摸起身上的东西，不是手上的东西。你说完了？说完了。我说它是头上的一个服饰的东西，它的名字是有一个什么动物的某个东西。对啊，每天都看到自己的汉堡包呢。